这是我们航海讲座文化讲座的第三讲。看来这个东西呢，比前面的航海想要更难讲，因为前面的航海想要是讲道理，只要有道理就过关了。这些文化讲座讲的是感觉，感觉是很微妙的东西，稍微一不注意，就会错过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人际关系的六关。第一关就是以退为进，放低身段，这个就是通关密语。因为第一关就是两个人的权力差距太大，所以做下属的就爱在心里口难开，想要拉关系，可是不知从何开始。那我们再看看图片，我们说以感性来做沟通，所以要把我们的感觉说出来。那可以先问问题，向对方发问。这个上级呢，如果是乐意教的话，他就会表现出来。那如果他不乐意教的话，你就把你的感觉直接说出来，那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否定你的感觉，所以你有什么恐惧害怕，你要向他反映，他才能够帮助你。不管他是乐意教还是不乐意教，你是在问问题还是在表达你的感觉，只要你表达出来，他一开口，那你们两个的第一关就算是过了。我们看看右边这位小朋友，这是我的外孙啊。小朋友都是软手软脚，吃饭肚子饿了要哭，尿片湿了也要哭，那完全没有抵抗能力，可是却是人见人爱，这就是示弱。你帮他做的越多，你就越爱他，这就是人性。从这第一关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课程叫做人性领导。我们现在可是在做领导上级的动作哦，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。好，第二关，点头之交，只有打打招呼。这时候怎么样通关？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要制造见面的机会，越多越好。像船上的三管上船说，这个轮机长跟大管每天下了工就是喝酒唱卡拉 OK， 那我又不会喝酒也不会唱卡拉 OK， 那跟他们呢就没有办法打成一片。那事实上呢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呢，喜欢唱卡拉 OK 的人，他只要听众就好，只要你有在旁边参与鼓鼓掌就可以了，所以你会不会唱并不要紧。那喝酒你不会喝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在旁边喝喝汽水、可乐或者是茶，那只要你在场就可以了。那别人一唱三个钟头啊，你就在那边做三个钟头的鼓掌部队，那也太假了。你只要呢去洗衣服的时候，这个顺便进去啊，做个十分钟鼓个掌，然后呢吃点饮料啊，等一下呢去这个什么厨房煮宵夜的时候呢，又进去做个十分钟，每天去走个一两趟，
那人家就知道呢，你这小孩呢还算是可以的，没有那么孤僻啊，虽然也没有什么才艺。那这就是人际关系的第二关。那如果你是要追女朋友的话，那就简单啦、他坐公车啊，你也去等公车啊，他喜欢走路啊，你就跟他不期而遇，反正呢就是诸如此类。从点头之交到说得上话，那就到我们的第三关了。好，第三关，聊天打屁，言不及义。这个时候说得上话，通关密语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。相信很多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，跟他聊聊觉得还蛮聊得来的。俗话说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这是因为两个人拥有太多的共同回忆，像是路边的蚵仔米线，或者是哪里的豆花蜜豆冰，以前士林出名的是蜜豆冰，现在去士林的人可能大家都不吃蜜豆冰。有了共同的回忆，就有更多的默契。所以我们跟人家聊天打屁的时候，要投其所好。他喜欢小狗，你就喜欢小狗；他喜欢小猫，你就喜欢小猫。不要你人家在讲小狗，你就讲狮子老虎，跟人家呢搭不上调。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，就是看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有多少。好像下面这两位大哥啊，就是一见如故啊，只要在路上走到，看到对面有的人装扮跟自己一样，就会自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套交情，这就是一见如故。因为呢，身上已经有太多的相同的默契。那这个是心理学家的问卷调查，40个问题，20个是大事啊，你赞成台独还是你赞成川普啊，其他20个就是说你吃的是什么牌子的冰淇淋啊，你的喜欢的嗜好是什么，是小事。20个大事，20个小事。调查结果呢，毫无例外，就是相同点越多的人，喜好的程度也就越高。但是重点是，喜不喜欢在数量，不在于事件的大小。所以说，你不一定同意他统一建国的主张，但是你只要跟他有些相似的地方，他就会喜欢你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要寻找两个人的相同点，相同到好像是天生一对，那你这一关也就过了。好，第四关，同进同出，出生入死。第四关，两个人已经可以安排一些散步、看电影、聊天、聚会的活动。那这个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这个环境呢，是越封闭越好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去吃饭，去麦当劳，是开放空间，那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的注意力分散。那如果你要像爱斯基摩人这样，用这个稻草围一个棚子，然后在里面衣服脱光光，乌漆白黑的做蒸汽浴，然后再互相谈心事，这时候是最容易敞开心房，
所以你要花钱请吃饭呢、啊，要多下点本钱，要有烛光晚餐啊，旁边不要太嘈杂的地方，才能够呢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。那第二个就是著名的吊桥理论，这个在紧张的时候分泌的荷尔蒙，跟在谈恋爱的时候分泌的荷尔蒙是一样的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铁达尼号的船长操船，其他人兴奋面红耳赤，那好像是在谈恋爱。那其实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呢，要去坐云霄飞车，那种紧张刺激分泌出来的荷尔蒙跟恋爱的荷尔蒙是一样的，那他就会看到你就想到云霄飞车的场景，那个荷尔蒙来了，他就觉得他会爱上你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就好像当兵的人枪林弹雨炮声隆隆啊，这些呢大家经历了相同的场景，产生的感情就非常坚固，因为这已经是这个进入了分子通道，共同的回忆。好像以前一部小说《赤鸟》里面说过，我们的爱情是大火烧过，大水淹过，那都是出生入死。所以呢，神父爱上女孩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好，批了半天呢，还是言不及义啊！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过，21世纪是感性的世纪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跟人家拉关系的时候呢，工作跟娱乐是不分的。今天呢，如果你要靠工作来建立关系，那你完了啊！他扫地，你就陪他扫地。他洗厕所，你就陪他洗厕所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可以借由娱乐活动来建立我们的关系。只要呢，他唱卡拉 OK， 你也唱卡拉 OK， 他打球，你也打球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的关系就能够稳固，啊，不必呢去做苦工来呢建立人际关系。这是因为呢，新的世纪，工作跟娱乐是一样重要的，同样可以培养默契。好，第五关，互相漏气，刺激求进步。那这一关可以说是最难的。我们如何刺激长官，让他释放出善意，或者是刺激我们的部署，让他能够产生进步的动力。这个关键点就是在问问题，向长官发问，问问题，就好像孔子说的一样，善待问者如撞钟，那他就会绞尽脑汁帮你解答。但是我们的问题呢，不应该是牵涉到物质层面的，因为公司有些资源呢，他只不过是带人作价，也不是他的，除非他自己是老板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跟他随便去加薪。我们问他给他的问题，应该是牵涉到你个人成长的方面啊，你需要辅导、教育、训练，而不是呢做物质方面的要求。那这个是重点。至于下级呢，也是一样。那我们可以要求他
比较不熟悉的领域，问问看他的意见，那他就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会谋求改进。所以呢，问上级问题，问下级问题啊，或者是问问看他的感觉啊，船长，你觉得我这样子做怎么样？那可能是比较委婉的，你不能直接问他说，船长，你看我做的对不对？对不对是理性，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？那就可以把他心里面真正的话调出来，所以说是感性的沟通是比较有效果的，而不是对不对、好不好、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。好，说到这里呢，又牵涉到沟通的一个重大的议题，就是要问开放性的问题，而不是问封闭性的问题。开放性的问题呢，就是他可以讲出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，就像我们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。如果我们问的是封闭性的问题，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啊，他的回答很可能就是一个对，其他为什么对就没有讲。那你觉得我做的好不好，他说好，那也就完了，那也得不到什么他的改进的意见。所以呢，就要经常问他这个为什么，或者是呢你觉得怎么样，这些就是开放性的问题。那这可能以后看有时间再讲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明天我们才能处理第六关。